高通公司近年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新芯片组，例如火力全开的骁龙 8G2 和中端的骁龙 7G2。 这些芯片组旨在提高性能和能效，同时提供 AI 处理和 5G 功能等高级功能，加上使用了台积电的工艺，无论是性能还是能效都快速地抓住了大家的眼球，其投资机会更是不容错过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 Markets 独家解读。 Qualcomm Inc. 是一家领先的无线技术公司，专门从事与无线技术相关的半导体、软件和服务的开发的商业化公司。该公司主要通过两个部门运营， Qualcomm CDMA Technologies QCT 和 Qualcomm Technology Licensing QTL。 多年来，高通通过开创 CDMA、WCDMA 和 5G 等关键技术，在塑造移动通信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公司高度重视研发，建立了广泛的专利组合，并在 5G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和汽车技术等领域不断创新。在2022财年，高通公布了强劲的财务业绩，收入达到44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1.68%， 净收入为 12.9 亿美元，比上一年增长 43.6%。 稳健的业绩是由对其 5G 芯片组、物联网解决方案和汽车技术的强劲需求所推动的。凭借其在 5G 芯片组和无线技术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，高通展现出强劲的财务业绩。该公司处于有利地位，可以利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汽车等新兴市场来进行很好的发展。同时，对于半导体不断增长的需求，也让高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。然而，它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供应链中断等挑战。从财报上来看，高通还是有不小的增长潜力，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新产品技术得到大家广泛的好评。估值上，高通股价处于一个低估的状态，在140左右应该是更为合理。技术面上，目前122至124的阻力带一旦可以突破，那么上升趋势将会延续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，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，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下期节目再见。